各位老铁们好，一波继续给你们更新单子啊！你们技术记得啊，需要我更新单子，你再说一声啊，没问题啊。这个是一个银朗银仓粉丝机器的魅度 M8 啊，它这个是啊，看它看到没有？里面全是裂痕啊，但是它这个可以开机啊，按这个指纹键还有反应啊，有震动啊那些，只是这个就是内屏不显示了啊。这个就是三星屏，这种三星屏只要别说开这么多的一条裂，只要稍微开那么一丁点一点裂，它就会黑屏掉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啊，它这个换的眼要换眼罩的啊，纯眼的，我们准备一个纯眼的 M8 的，全部换上啊。接下来准备开始啊，经过一个小时的拯救啊，现在这个魅度 M8 拯救好了啊，然后。框弯的也扳直了啊，扳直了啊，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胶带拿掉啊，拿掉看一下效果啊，膜被我拿掉了啊，我们看一下效果，效果非常的板正啊，纯原装的屏幕啊，它这个看一下啊，它这个边上有一个有这种啊颜色啊，感觉看着非常好看啊，不是纯这种外屏不是纯颜的，然后它这个没有这种啊，好像是那种电镀的啊，电镀的那种颜色，然后看一下啊，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效果，这个是换下来旧的啊，然后屏幕也是纯颜的，看一下显示效果啊，非常的清晰，画面非常的清晰，然后触摸显示一点问题没有。而且边上啊，边上粘得非常严啊，然后看着就像没修过一样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后面玻璃也是啊，后盖也粘得非常严。修手机啊，重在用心啊，只有用心去维修它，它才给你一个好的、完美的结果啊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是用心很重要啊。你一个忙活的人，就修手机修出来手机绝对不是不好的啊，看着就不舒服。好，就拍到这里，双击关注，感谢支持哟。